在跟他谈恋爱吗？我啊，姐姐快救我，救我！别吃了，看好门。外人禁止入内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里面的？哎，滚！哎，这才是我们业主。给他，滚你业主回家。你过了保安那一关，还有我这关呀。哎，我这基金无人可破，是吧，姐姐？你要破了我这基金，我便让你换。呀，你干什么的？帅的。哎呀！放开那个男孩！不认识你，你就是王七燕。我也认识你，是亚士多的妹妹。真尼玛士多！少说废话，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一次机会。种子太热，他就另寻他人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请你喝可乐。不用去喝碳酸饮料，你已经白这么胖。那我也没办法。别委屈呢，天下雨呢，姐姐不想爸爸。哎，视频是什么的？小班。如果可以披荆斩棘，那么故事刚刚开始。